好了，我们仨呢，作为主持人呢，给大伙儿说了半天了，我们准备给大伙儿换换耳音，咱们唱一个吧，走，来九七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他永远不会堵车。一提到摩托车，大伙儿想到的是，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是哈雷。什么哈雷？是没听见吧？喊的什么？人喊的是阎鹤祥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相声《新八马褂》，表演者阎鹤祥、郭德纲、于谦。哎，讲什么都有。这个组合谁也没想到吧，我也没想到。这个其实熟悉德云社的观众都知道啊，就我跟我师父于老师啊没在一台上演出过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嗨，这怎么说呢，其实老看封箱啊，您翻以前封箱的录像，德云社封箱这八马褂是一个有标志性的节目。是的，是不是？对吧，观众能感觉出来，谁封箱演这个就代表明年要捧谁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这么多年不摇号都等着呢吗？那恭喜你了。那今天怎么就轮着我了呢？你花钱了呗。确实买东西了，但这个实话实说啊，其实我解释两句可以啊。我解释两句，这个其实老观众都知道，我那个搭档啊，是我们那个少班主，啊，范思哲。这个那现在比较忙，啊，有影视啊什么的，这都比较忙。这个呢，嗨，说相声两口子。就这搭档跟两口子是一样的，那错不了。你看郭于二位老师，我们老哥俩，啊，郭老师、于老师这么多年狼狈，那个，哎，不是，哎，那个经常合作，这个呢，这跟他写的一样啊，经常合作这么多年，但是人家也是后来才搭档，那是年轻的时候也各自有搭档啊，是的，是搭档，所以人家这叫什么呀？叫半路夫妻。我跟您儿子搭档，我跟您儿子搭档，各位，我跟郭麒麟搭档，郭麒麟那年15岁，这么早就结婚了，哎，他还是个孩子。我那时候我还有工作，对，我正经到他们家，我这算强抢民女，我跟您说，这词儿听了多雅致，你看看啊，到后来你看。这现在大林又影视啊，做节目啊，火，忙坏了他了。关键是观众也喜欢，这其实也好。你看去年封箱，我就一人说了一个。对，后来大林跟于老师说了一个。本来去年封箱计划是我、大林、于老师，我们仨人说一个。后来我就跟大林说了，我说大林，我现在跟于老师这关系跟婆媳关系是一样的。怎么呢？婆媳关系了？这一样吗？这老两口子，我们也老两口子，对不对？都老两口。哎，对，我说你要是跟于老师呢，那你就跟于老师；跟我你就跟我，仨人我们这来不了。有个性啊！后来我自个儿就来了这么一个。今年你看我师父觉得有点不合适了啊，所以你看老公公带着儿媳妇来一个。我这一左右俩娘们儿，这是啊。所以呢，你看。为什么于老师得跟着呢？为什么呢？我得看着点儿。对呀，老对。这关系就明白了。什么就明白了？看透了。想说什么呀？你这关键，我想说这个问题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。大林现在你看多火，外边演出，其实大林出去演出，要我说这算出外务工啊，因为家里有买卖嘛，出去演出这不出外务工嘛，一年也没回来。啊，这不快回来了吗？所以你看，我是寡妇失业的。什么词儿啊？你这，你都跟哪儿学的这嘴芦灰渣子呀？这是，老两口子带着我，所以我们这组合，各位，这叫德云留守家庭，知道吗？我明白了啊。
说了半天为了说这个啊，其实啊这好啊好吗？我觉得现在好多我们这年轻演员，你看啊，拍电影，做节目，这个录像啊，各种多栖发展。其实啊，我们老先生包括侯宝林侯大师当年就说过，咱们这行功夫在戏外，对，对不对？你看着这些仿佛跟说相声没什么关系，实际上跟说相声就是没什么关系。哎嗨。也是多谢他，还是有帮助。好，肯定有帮助，那是。但是啊，各位，今天怎么样？有录像，我得把一个小秘密透露给亲爱的观众。哦，就是大林为什么一年不爱回来演出的问题。你想好了再说啊。这个他们老两口都不知道，我跟你说，能说吗，师傅？能播就能说，那我就说了啊，各位啊，我也不管得罪人不得罪人了啊，我也不管谁爱听不爱听啊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这个有那么一句话呀，各位，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，这是老话。说你的孩子没事。该让位了，我都没听明白啊，什么意思呀，少爷？哎呦，我这您还不明白吗？我怎么就得明白呀？您现在得了，这全国都知道郭老师、于老师的艺术，那一顶一的。哎，不敢当。这咱咱们这行，那说实话，那没有。哎，这大点声。啊，大点声，不是，那让不让说呀？怕他们不知道。但是啊，各位，您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？好是好，过时了。我们过时了。你承认不承认有点过时了？哎，我举例子吧。哎，对，你郭老师，你看啊，你说这个翻场，还真是过时了。啊，不是，你听见还没说呢啊？说是过时间了，好多人都是听我师父这个相声睡觉，我对他们有陪睡之恩。睡觉都是被什么吵醒的？叫小帆，年年叫小帆呢。您替小帆考虑过吗？小帆都累了。是是是是。但是啊，师父，不管怎么说，您这还占一传统艺术。哦，对不对？有那个老站台上，今儿一流行歌，明儿流行歌呢。你说的是谁？反正老了，就是于老师。谁？不好意思，直接就说我呢是吗？对，您那更老，您那个。我不唱了吗？不是。哎，你看说这儿了，各位啊，为什么不唱？我都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唱？对呀，你。装糊涂，你看装糊涂，怎么装？这就是糊涂了 啊！你上来给我们这儿，当啷当啷的刺了我们一顿 啊！你都没听懂，怎么我们又过时了？于老师，我这京剧还能凑合听，唱歌倒过时了。发现有的京剧，先有的歌啊，这是啊。不是，就你他要说怎么就刚才就不唱？为什么不唱？发现我了，发现你了，哎。发现你什么了？我也会唱歌啊，您唱的摇滚我也会啊，咱正经摇滚老炮儿。不好意思唱啊。你瞧这好好。这些年在后台没听他唱过。也没看你摇过，也没看你滚过呀。啊，哎，您还不信是吧？我没听过呀，孩子。哎，我们见识见识可以。你也是没少上家去吃饭去，没唱过呀。哎，您要不懂这，咱让于老师见识见识。哎，于老师，您这么多年啊，这是专业，对呀，抽烟的那个。我抽烟的啊，不是，咱们不会唱，咱还不会听吗？你要是会唱，你唱唱，咱大伙儿也见识见识。来一个，我们尝尝。你看，你我说这于老师。那我唱一个啊，来呀，好啊，好。我要唱，我跟您说，您还甭说会唱，您连听说都没听说过，您信吗？摇滚歌曲。对了，就是近二十年这摇滚金曲。我可告诉你，少爷，话别说太狂了啊。对。哦，你还唱一歌呢？于大爷不会，你于大爷是北京信歌协会的负责人啊。这不挨着。
不，他还会骑大马呢。这俩挂嘚嘚挂嘚嘚，不用，您不用说这个，没有这跟那没扬扬腕嘛，我就用不着摇滚。那你放信歌吧，哪儿都放信，唱歌吧，来了啊，来，我听听，我听听，唱一个就不会，嗯啊，来了啊，来。听见什么了？这不就好啊？咋就这范儿？我来了啊！就这要唱摇滚。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。当时就傻。我非常支持我儿子去演戏。真的，是吧？跟他让人吓着容易啊。哎，会吗？哎，会吗？问你呢。啊，假行僧，这我都唱烂了吧？这歌。哦，对呀，你还是唱过这个呀？不是唱过，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唱了好几天了。不是好几天了，我要从南走到西，是那个吧？哪儿啊？这走乱了，您走乱了也能走到北，是吗？你大爷唱过这个假行僧，对不对吧？你哎，我还你这都不知道是什么，头一段就打人手背上了啊！各位，对，看出咱尊老爱幼来了吧？这时候又尊老爱幼，怎么就尊老爱幼？我上来唱一个，他又会，多没面子呀！你大爷哪还在乎这个呀？我怎么就不要面子了？毕竟是您的搭档啊！哎，哦，于老师，我要是您第一段就装不会，咱就过去了。凭什么呀？我就装不会。我干嘛装不会？你上来踩过我一顿，然后我还真会，我这不会，我干嘛呀？我太贱了吗？我要再来一个不会，可就没意思了。你再来一个，要谨慎了啊！谁谨？你劝劝他吧。来，这回是从南走到哪儿？怎么什么从南走？来了，来这个，你肯定不会。啊、来，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，相依相识相互装忙。我怎么听你的歌听着你是不是下呼吸道感染啊？哎，您甭向着他，您让他猜是哪个。这黑豹的歌，这就台上，我在台上我跟他们乐队都唱过。哎，人家可说出来了啊，什么歌？黑闹的，黑什么？黑笑，黑笑的，黑照的歌，不是黑套的。你们别胡说八道了，帽的。这不是黑豹，黑豹乐队的，黑豹乐队的歌，歌曲，成名曲啊。假唐僧，假没有了，我这帮过去了，过那过假唐僧过去了啊！你等身孙悟空吧，无地自容，怎么这无地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谁无地？你才无地自容呢！我这不帮你说吗？你懂好歹不懂？你搅和来了，你才搅和呢！我说我不爱吃搅和，搅和甜的。你这都知道搅和馅儿，这歌叫无地自容，哪哥哥叫无地？要不你也拍戏去得了。我怎么了？我倒不是没拍过，他们都说是烂片儿，我这不就回来了吗？不是，这个、啊、不要什么什么搅和，又会是吧？多新鲜！哎，怎么就过去了？我还没明白呢。哪儿就什么无地自容？人们都说了，怎么都说这歌，这歌叫无地自容啊！啊，好家伙，这、啊、那谁猜得着这玩意儿？又会，嗯，可不是会吗？你来点那个俄了金德的那个。我再唱一个，你要再知道叫什么，你就无地自容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来，你唱。哦，这歌叫《无地自容》啊。气坏了啊！你也别生气啊。死了都要爱。叫什么？这歌叫什么？你把名儿都唱出来了，我还叫什么干嘛呀？啊，就这一句是歌名，你就唱这句啊？这还让我猜呢，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您打剧组那个情况里边出来怎么样？好，不是他不要唱了吗？啊，这死了都要爱这歌名他都唱出来了，他让我猜，这都什么名字？这都是啊？哦，这你大爷又听出来了？还有没有那好的啊？你来一来，你不会的，你唱一个，说这么热闹，我还来什么来？我就会这仨，我来什么来。哎，干嘛呀？不是，那怎么了？有他这样的吗？师傅，我这不一直帮着你说吗？少爷，咱后台是这么对的吧？我们孩子已经无地自容，死了都要爱了。现在是，你唱不是您说各位，您说有
您怎么这么没有大人之才呢，于老师？不是，那你说你打算怎么着？你上不是？您说我这上来本来没这么一机会，刚跟师傅说，您说我到这我演一个，您说我唱一个，唱俩，唱仨，您我也捧哏的，您也是捧哏的，对不对？咱都站桌子里边，人不亲，咱桌子还亲呢，您干嘛呀？桌子亲什么？跟桌子你们俩谁在桌子里边？不，我在桌子里边呢。不是，我就说这事，您说我这么多年熬一捧这个逗跟机会，我容易吗？我不是你上来他让你让位呢，你怎么了？他什么时候让我让位啊？你是该让位啊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孩子，你别着急，大爷人还行，知道吗？这还行？不是，我们也合作半辈子，他的为人我知道。你打算都挺好的啊？你儿子不在，你就这么欺负我是吧？不是，我还，你看这叫什么话？您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要这样，我您这样的我干不了。干嘛呀？你这我唱一会，唱一会，您干嘛？您说不会，咱下一步就完了吗？你说不会，我干嘛不会？哎呀，你就随便来一个不会就完了。我什么就不会？你道歉，你跪下，跪下。我怎么了？给孩子磕一个。我吃饱了。我善于溺爱孩子。哪儿啊？我那徒弟都是这么溺爱的。我告诉你，您得了，您也甭难为他了。我今儿得了，今儿我彻底完了。这还没到点呢，一会儿零点人优酷就直播了。啊！我妈今儿把院人都叫过来，今儿看我这节目。您给我来一这个。好，你们一院就一个电视，这是啊？你们家活到80年代啊？行，这行，要那怎么？你和我怎么演？我这还我你本来也没怎么演啊？你不就歇着了吗？要这样了，各位，郭麒麟不现在演电影了吗？我也不干了，有啊，我也不干啊。严鹤祥，严鹤祥退出德云社。我的天爷，别，上一放下，别，我回来给你买热搜去啊，这。我得您没我没法弄了，就是直播您来着，我唱三首会三首，你干嘛呀？那也不是我让你唱的呀，对不对？我走了，于老师，你干嘛？你等会儿，哎，回来，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好商量，好商量啊！我别了，咱都捧哏的，互相不留面子，咱干嘛呀？咱你要走，我走了，你还不相信？你不相激我是吧？我干嘛？不是，我没有那。我现在发微博，各位啊！不是，你别拍，嘿，我别，我等会儿，干嘛？你别别干嘛？你瞧着，师傅，你看到没有？不是，哦，先等你，晚了，晚什么晚？你干嘛？晚了？怎么着？干嘛？废话，你妈，把手机给我！晚了，干嘛？什么？怎么晚了？师傅，你看他抢我手机。什么叫晚？抢我手机？什么叫晚？你早干嘛去了？好，这俩娘们打起来了。不是什么叫晚了？抢手机干嘛？你早废话，我是得抢你手机。干嘛？师傅，你看你干嘛呢？这哎，别着急。不是我没明白，你们这怎么了？他要走，他走他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他把手机，废话，手机是我的。行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怎么着？您等我，我问问啊。你说甭别向着孩子啊。那个小严同学，你回来啊。没个当大辈儿的样儿，我很感慨，我也没想到啊！你要发微博了是吧？我发微博。你跟你说啊，你发微博，我跟你说要考德云社想进来可难了，要想退出发一微博就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干嘛呀？你这你等会儿，你走不走我不管。你谦大说这手机是他的。你说我刚才往这一站，这我问你啊，这手机谁的？什么呀？什么什么呀？您这就不讲理！我怎么就不讲理？人来亲爱的观众，你问手机？你等会儿，你都要发微博了，我还跟你客气什么啊？这个手机是谁的？您的，师傅，您的，我的，我都是您的手机，徒弟都是徒弟媳妇都是您的。领导又考验我，你知道吗？都是您的，这么多年这样企业文化还不知道？说的我怪害臊的。您呢？您呢？那徒弟媳妇那瞎说，你丈母娘怎么样？不是这，先说这手机。手机是谁的？手机，说您打我电话是不是我接？对你接，完了吗？哪儿就完了吗？问你是谁的手机啊？卡是我的，那手机呢？说，于老师的，你瞧。你这些年怎么混的？我门口卖菜的还趁四个手机呢，怎么手机还用他的呀？那怎么着？我们有点内，我们内部情况。你赶紧给我！哎，人家现在人可要手机了，不，这不能给他。你看你讲理不讲理啊？东西是人家的，凭什么不给啊？我给他要摔的呢？你这不废话吗？他嚼了，他把他咽了，那是他的事儿。对不对？我这牙口也太好了吧！我这牙口啊，
哪儿？你举人家，人家随便糟践，你凭什么不给人家？不是手机，手机虽然是他的，但是，但就不能给他。凭什么呢？我拿着与他有好处。哎，这你还给我利息是怎么？你租他的呀？虽然没给利息，比给利息还好。没听明白？这怎么不明白？于老师，这您逼我说的啊？你说呀，你有什么道理你讲啊？得，今儿我也不拦着了啊。今天为什么我拿着手机他的？为什么啊？这不是今天的事儿啊，前天啊，这个我跟郭麒麟一场节目，对呀、啊，为什么要郭麒麟拜于老师呢？我们这行啊，亲爸爸教不了亲儿子啊，规矩嘛。所以是有什么规矩？亲爸爸教不了亲儿子，所以你看于老师是老师，我们经常上于老师家就说活去啊，就排演节目，去过吧？去过呀、啊，去过，后来去就不去了。怎么不去了？为什么？于老师到家叫我们就喝酒，就是亲爸爸教不了亲儿子，他喝酒他。他喝酒，他诈骗，您知道吗？我喝酒，哎，我又不是师傅，您都不知道。我给你讲讲啊，嗯，以前上于老师家说节目，我们都敢饭点去，啊，一到屋呢，于老师张罗先吃饭，来，贺祥、大林来了，吃饭，坐着吃饭。他那个桌上啊，老有一个茅台酒的瓶子，哼，一吃饭呢就晃着这瓶子，哎呦，你看这酒没了，没了，这怎么办？你说这话给谁听？我们小辈在边上呢。哟，你看鱼郎没了，我们家去买去吧。我就下楼给他买酒。啊，他们家方圆10公里卖酒的都让他打跑了，就乱了。哎，就楼下有一酒超市，那老板是他小舅子。您一般买瓶茅台1000多块钱，差不多吧？他小舅子卖的3500。嗯，你说买不买？买完以后，我们拎着上去了。这茅台分两种，一种53度，一种43度。他摇那是43度。他小舅那是53度的，往上一搁呢，他一看，哎呦，这酒你看跟我喝那不一样，得了，收起来吧，喝别的吧，这再喝别的。我们一走呢，他小舅子上来把这53度拿走，等下一个串门的。我们家怎么那么缺德呀？我们家就这一个招，于老师北京啊，一年二环里边一套房，我跟您说。嗯，这干得出来。后来我们就不去了，就赶着不是饭点去。嗯、对。那天我就去了，去大林还没来。嗯，于老师就出去了，我跟家谁在？于思阳在呢。啊、哦，他儿子。我们那师哥于思阳在呢、啊，我跟那儿就待着。待着呢，我说没事了，这不前两天过春节嘛，我拿手机就晃了摇红包，有那个 APP 摇红包，哗啦哗啦摇，摇着摇，于思阳就过来了。贺强师哥，哟，我说怎么了，兄弟？你们这个辈儿有点乱。啊，师哥师弟来回叫着玩儿，是不是要换手机？我说没有，我摇红包呢。得了，别来这套。我爸一般摇什么就想换什么，知道吗？哎，得了啊，这样吧，我把那个于思阳从那个抽屉里拿一个新手机啊，新出那，咱不知道什么牌子的，就我这个，就给我了。现在用这个？哎，对，哎，贺强师哥，这么着，这手机啊，你那太旧了，该换了，把这拿走吧。我说别的呀，兄弟，干嘛呀？这我这有啊，我别拿你这个。你拿我这手机，我求你一事儿。我爸呀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现在上岁数了，也不是喝点酒，因为什么事儿出去说话，朝三不朝两，云山雾罩、嗯，来不来就让人问住了。嗯，他让人问住了，丢了面子，回来拿我们仨法子。我知道你呀有学问啊，念的书多，遇到这事儿呢，给他往源泉说。得了，这手机你用着吧。明白了吧？哦，这么回事儿。你说我这手机我没白用，这我一直我这没白用、啊。这您听明白了吧？我听什么明白？你看哪儿我都听明白。人上家去，你儿子给他的。你谁儿子给？你看这事儿闹刚说。哪儿啊？我儿子，我们这家里这么大的传承，能白给人一手机？这说的也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再有是他哪儿我儿子为给他一手机，就为求啊，在外面去。拦着点我爸爸，别胡说八道。他刚怎么说的？您他说的，您就听。你先等。你问你。哎嘿，您怎么了？您把这事儿您跟他说干嘛？你还走不走？你还走不走？我就问你，你还走不走？你手机要不要啊？你要不走，你就拿着这手机站在这儿听着我说话。你要不要，我就跟这待会儿。废话，你要走，你就把手机给我。我知道你让我拿会儿，你让我拿这个、拿着没关系。不是，我见您别聊天了，咱下去，您让他来个单口挺好。不是，来单口事儿，这也不是表演，我们哥俩聊会儿天，台上跟这么些亲爱的观众，我们说会儿话，哦、对不对啊？这今天封箱多好日子，等会儿啊！我这别动啊！我走不走？您不要、啊、拿着没关系。你看你大爷还是挺喜欢你的，我知道。不是你这孩子，他
平常是不错，就是说话他就招人生气啊。是是是，哪儿我就招三不招两，我说说话云山雾罩，一点谱没有，我是那人吗？对不对？嗯，您还别那什么，我这常年在外边见世面，常年在外边交朋友，那外边一帮朋友就在社会上，有些东西他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这时候对对对对那是有。哎，对，但是你说真跟实实拍拍跟朋友一块聊天的时候，我能胡说八道？那不能。我能云山雾罩，招三不招两？不会的不会的，对吗？来喊冤的了，我这是让我骗过的。不，咱们不干这事儿，对吧？常年走南闯北，哪儿都录像，飞来飞去，对，对吗？我见过多少世面？那是咱们这眼界比较宽，真的，这是要附体儿啊？不是，你这咱们什么没见过？那倒是，啊，你说上天入地，咱们不敢说啊。嗯。但是哎，还有一回真上了天了。真的，您给说说吧。真上天了，就那次咱们出去演出啊，可能您都不知道，睡着了，在飞机上，上了飞机我就想睡觉吗？啊，哎呀，我这困，就睡觉。其实也没飞几个小时，一会儿我就迷迷瞪瞪，就听空姐喊我：“先生起来了啊！”啊，收起小桌板，调直座椅靠背。啊，哎，把那窗户的那个、啊、小窗户啊，窗户遮光板啊，遮光板摇下来，嗯，啊，拉下来，我一听叫我，那就飞机落地了，去上海演出嘛，虹桥机场落地嘛，是是是，我就起来吧，就别睡了，我到这拉开窗板一看，不是到上海，根本就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当时就那个大气层，您知道吗？倒是听说过。大气层啊，这可是知识点，科学知识啊！是是是是，大就有个大气层啊！啊，知道，就上面就没有空气了。对对对，啊、有一大气垫子，我知道。不是大气层，哦、大气层，咱那飞机就穿破大气层了，往上去啊，就到了宇宙了。我有这方面知识，各位啊，我有这方面知识。当时我一看，哟，这不是木星吗？哎呦，我说我就在画片上见过啊啊，去那个太空的那个什么馆啊，我天文馆啊，对对对，天文馆，我到那看过那木星照片，嗯啊，什么天王星啊、哦，哎呦，这边就是海王星啊、哦，哎，冥王星啊、哦，呼，哎呦，在我周边，哎呀，扫帚星啊，扫帚星干嘛呀？我全看见了，都瞧见了。九大行星，哎呀哎呀，围着咱这飞机呀、啊，我咱也不知道咱是公转还是自转啊，哗啦哗啦就围着我就绕啊，哎，这太棒了！我就那次上天，咱们见过世面，您可以，咱是入地，你可以了，你可以了啊！以后你要再喝酒，别喝低度的了，真的，低度竟是勾兑的。我一直喝高，跟你小舅子说，都是60度往上的好一点。又挣钱啊！又挣钱、啊！不是你怎么了？你不信？您这话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胡说八道？你刚才就胡说八道！哪儿？你不信是吗？我不信呢！你不信？你问他去。他知道，他就坐我边上啊。刚才你说我也在这飞机上，飞机上就俩座啊。那我问他、啊，还是的呀？严鹤祥，哎，别玩，还行，谁跟你自拍呢？行了啊，问你点事儿啊。他不是我拿着这手机，哎、是于思阳说可以了，可以，那过去了，过去了啊。你听我这个 啊，您说怎么了？有人坐飞机，嗯，坐着坐着呢，空姐说到了啊，哎，调直座椅靠背，怎样怎样？突然间打开这小窗户往外一瞧啊，飞机穿破了大气层，看见木星了。什么天王星啊，这个星那个星，九大行星围着转，什么玩意儿？您撑糊涂了吧？可信吗？没有，这是什么胡说八道？胡说八道啊！不能是把手机给我，把手机给我，给我干嘛？我什么不让我用的吗？废话是让你用。我说的九大行星围着我转，我在天上上天了，我冲破大气层了，我。哎，您等会儿，哎，这个上天上宇宙，这是他说的，没有，有，有，太好了，不说瞎话吗？来吧，科学家，解释一下吧。什么？这？哦，对，飞机对，冲破大气层，嗯，
他是在飞机上睡着了是吧？对啊，睡着了，一睁眼，嗯啊，飞机上天了。对，我亲眼得见了。你们俩挨着坐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他这个听着好像特别的奇怪啊。可说是呢，特别奇，怎么他怎么会飞机怎么会冲过大气层呢？你给解释一下吧。要不您先说说。废话，我要知道我问你。得问您啊，师傅，怎么问我呀？问我的事儿。您是我师傅啊。什么叫老师？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呀。我惑不惑？就问您，这怎么回事？这，对不对，各位？但要我管您叫师傅，那您的这……他我也没收你，就教你说瞎话啊。这怎么叫是？这件事不是你亲眼得见吗？是，我是我在，我亲眼得见。是他这个飞机，他睡着。哦，他睡着了。哦，做梦。哦，哎，做梦，你做梦啊？做梦，谁做梦？谁做梦？你做梦梦？没做梦，空姐给我叫起来的，一睁眼，眼睁睁我就看着冲破那家冲破大气层，就冥王星、海王星、天王星，我亲眼看着的。您再休息一会儿啊。就，哎，看见了，看见，哎，看刚才这相了吗？看见了，就这个啊，就没做梦，就醒着愣看飞宇宙，对，睁着眼睛看的，太好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梦啊？他这按说他不应该，哎，一个飞机，他这速度，他飞不出宇宙去，可说是的呢，速度不够，飞不出宇宙，眼睁飞出去了，他应该是再快一点，他。能飞哦，是的啊，飞出去快一点，飞机不行，他就得是战斗机，哎，它速度快，它战斗机也飞不出去，它比战斗机再快呢，它就是航天飞机，哦，它就能飞出宇宙去了。航天飞机它不卖票，对呀，啊，我们上上海满盘也挣不了油钱呢。它是在对我们，哎呀，它这个玩意儿怎么的？航天飞对，当然我是看见了，那是的，我是看见航天挨着它坐着，飞机对，哦，啊，对，对，我家对，哎，啊，活不了。您不也在头等舱吗？你应该看见了。我没有，我跟空姐聊天呢。这怎么回事？它是这么回事。嗯，这个你看，你要坐一般中型飞机啊，头等舱一般是八个座。对，八个座。我在于老师边上，郭老师是在那边坐啊。我们后排呀，那天有一个，就是新科技公司的一个老板。嗯，他这公司又出一产品啊，叫 VR 眼镜，知道 VR 眼镜吗？知道 VR 眼镜吧？警察问你呢。啊，您说吧，警察叔叔。这个 VR 眼镜好办了，他这公司新科技产品，戴一 VR 眼镜，一上飞机啊就认出于老师来了。哎呦，这不这大明星于谦吗？于老师上飞机睡着以后呢，这老板就动了心眼了。我们这新眼镜新产品，我趁着于老师睡着呢，我把这眼镜啊戴着于老师脸上，他偷偷的把这一开，于老师睁眼一看我们这产品，哎，一高兴，万一给我们做一代言呢？哦，他趁着于老师睡着啊，就把这 VR 眼镜戴在于老师脸上了，偷偷的呢把这开关就开开了。什么节目呢？就是一个环游太空一节目。于老师不知道啊，他这睡着呢，一睁眼，哎呦，冲破大气层了，有木星，有火星，到了大气层了。您明白了吧？不是真出大气层了，是有一个人拿一 VR 眼镜照他脑袋上，他以为出了大气层了。呵啊，好，他说这对吗？对对对。哦，你说什么呢？您这什么时候上大气层？行，有点意思。不，你不能这么胡说呀，您这。我说话爱省事儿。你省事儿，我可费事儿了。这不错不错啊，这手机怎么办？用着呀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用着。行，用一个月。行，着急。行了，啊，咱让后台让他说一当口。别这，正聊高兴呢，大伙儿爱听。别聊会儿，别走了，等会儿啊。哦，有一个 VR 的眼镜，这我心里痛快了。人家拿起来给您插在脸上了，插在脸上了，戴在脸上了，哦，啊，所以一睁眼就什么都看见了，哦，是吧？有天王星啊，冥王星啊，海王，哎呦，就那次是我一个特别，这个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哦，一个眼镜就把你拿下了啊？不是拿下了，嗯，这你要是说真戴上你再看，就没什么意思了，嗯，哎，就这一睡着了，一睁眼，呵。了不得了，从此以后就爱上这个，还跟那老板交上朋友了。哦，交上朋友了，现在我们都是好哥们儿。你看看啊，经常我们约着一块儿喝酒，让他上你们家买茅台去。不是没去，哦，去了啊，有这倒霉催了啊。
啊，上次我们约着一块跟小舅子一块上楼下喝酒，好家伙，他发了财了、嗯、啊！这个坐的酒馆里头，对，一帮人，嗯，嗨，我说拿酒来吧，嗯，喝吧，茅台吧，嗯，拿着茅台，哗哗哗一倒，哎呦，您没有先摇一下吗？这个没，他不在就不摇，他不在不摇，就可着自己人坑啊！这倒倒酒、嗯，你说咱这玩意儿就人好啊。爱好多，到哪儿你就都能碰见你的爱好。是的，哎，你就我倒酒这功夫啊，哗啦哗啦哗啦，就往碗里倒酒啊，听着啊、嗯嗯嗯，往碗里倒酒。嗯，我喜欢动物啊，哗啦一倒，嘟，从这茅台瓶里啊，出了一条鱼，金鱼啊，红色的，嘿，到时候你说我也特别奇怪，当时我说这茅台瓶子里出来鱼了，慌不乱跳啊，倒着半碗酒，就在那酒里边，哔哔哔。哎呀，游着真好玩。后来我说这鱼不错呀，我拿回去养，可能能养大了。这是那大鱼的那个坯子，锦鲤，就这么点啊，可能是刚繁殖出来小苗啊，就在酒里边。你那 VR 眼镜摘了没有啊？是不是 VR 出了那隐形眼镜了？总戴的，我不 VR 出隐形眼镜，我也不能总戴呢呀。所以你说这话，你今儿又喝酒了吧？我上台就不喝酒了。要不咱俩来一个分喝完得了。我都没听说过茅台倒出鱼来。废话，我蹦乱跳，拿我眼睛就倒出来的茅台的瓶子，我小舅拿过来的。我这是大屁股，从口里出来，还在碗里边就噼里扑噜噼里扑噜游啊！我就喜欢这动物，你知道吗？家里养了好多鱼，然后哎，我这有点意思。您可以了，您可以了。您这个状态在医学上叫疫病，在民间这叫撞客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这撒癔症的啊，胡说八道。谁胡说八道？我的亲身经历呀、啊！你不信、啊？我不信呐！你问他去呀、啊！好好说相声多好，你看，嗯，那个阎鹤祥，他是一个 VR 眼镜，我提醒他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少爷，这就完了吧，知道了，来了新作品了。我们有新的题目了，怎么了？有人喝酒拿茅台，夸一倒，顺着这茅瓶子里边，出了一条鱼，欢蹦乱跳，呱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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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这里边游。是哪个250给他说的这？你看看什么？哎呀，茅台有鱼，手机给我，不说用一个月。废话，说用一个，说我。我倒茅台倒酒，从酒瓶子里出来一条鱼，就在碗里噼里扑噜乱游。我说的。这个茅台倒出一鱼来，他说的。对，没有，有，有。您休息吧，您休息吧。有，来吧，来吧，杨小强啊，再解释一下。倒一个这，茅台倒出，他肯定是有这个事儿。那肯定是有，他那是对，他肯定是有，因为那天吃饭我在啊。哦，哪儿都有你。我眼看着，那茅台他就倒出一个鱼来。那要不我儿子不用你呢。嗯，我眼瞅你应该找地儿跳大神去啊！啊，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吧。就倒出一个鱼来，哎，倒出茅台哦，喝多了，喝多了啊，喝多了，刚坐那儿，刚坐那儿，这瓶酒刚拿来倒酒，倒出鱼来，还没喝呢，打开盖儿就流出鱼来了。他这个碗呢，有一个金鱼的一个底儿。哎，绣着一个鱼，哦，假的！哎，花花花，你拿我当傻子了是吗？傻子，真鱼假鱼我分不出。你手机看怎么？你要不要？我不，这我知道，肯定是还鱼。哦，对了，我知道这个茅台它倒出一个鱼。哎，你看开心的样子。一个鱼，哎，来换。我知道。嗨，他那天我给你提人吧。谁呀、啊？马未都，你知道不？我知道啊，这于老师朋友啊，我哥们儿。对，那天吃饭有没有马未都？啊，坐在那儿呢。哎，你看啊，哦，有啊，有马未都就好办了。这个马未都好养小动物，好养猫啊。对对对，反正这什么都养吧，跟于老爱好一样。那天吃饭呢，马未都就坐于老边上。哦，嘛，于老边上正吃着饭呢，于老刚要倒酒呢，马未都先生来一朋友，拿一什么呢？给他买的金鱼，从这个鱼市上刚买完，拿塑料袋兜着给马未都先生。养过鱼的都知道啊，这鱼你出来之前给打养啊，要不鱼容易憋死啊。
拿到这个饭桌上来了。马一都先生一看，哎呦，这鱼，这一看这都拿出来六七个小时了，这再不换水，再不打氧，这鱼就死了。赶紧叫人，服务员拿一大碗，意思把这个鱼呢腾在这个碗里边。嗯，他腾这个碗呢，这徒弟也不会腾，拿这塑料袋软了吧唧就往这倒。马未都就急了，得，你别弄了。他拿手把这个鱼从里边可就抄出来了。哦，这鱼它是活的呀。是的，他欢蹦乱跳啊，他一没拿住这鱼，喷儿。蹦过去了。这时候怎么回事呢？于老正好开瓶啊，他倒这个酒，他一边倒酒一边跟人聊天。你看这酒可不错啊，今儿咱这，他一转身看那边，就打闪认真这么一功夫，那鱼嘣就蹦到这碗里来了。他拿眼睛看那儿，倒完这酒回头一看，哟，这有一条鱼从这倒出来的。您听明白了吧？他不是酒里有一个鱼，是马未都没拿准这个鱼掉这碗里，他以为这有一条鱼。哎，好啊，哦，这玩意儿买手机还是有用啊。那是，你说这马未都多重要啊？好好好，是这么回事啊？太对了，太对了。哦，你看这，这讲得多清楚。是，您像话吗？您这不错，您逮匹蹦一鱼，这蹦一马，我怎么办呢？这个蹦马不有马未都吗？嗯，像，不错。您不能这么聊天的，这个。这人说话好抄劲儿，您抄劲儿，我死这儿了。不错，挺好的。这手机怎么着？用着呗，用着吧。这眼瞧转年了，对，是吧？行，年终再说。得了，是吧？别聊了，这正兴头上，正兴头上，我就好聊天，就喜欢聊。等会儿啊，再聊会儿啊。这你们这喝酒也不叫我啊？哎呀，我这人好交朋友。是的，下回叫您。好。我爱好又多，朋友又广，是吧？就是经常有到我一块儿喝着酒啊，哎，给我拿点小动物啊，哎，给我这个上马场啊，上哪儿一块玩？我喜欢动物，有爱心的人。对，你像这天吧，你看眼瞧着，这个天凉了，啊，就进了冬天了，就好养那个秋虫啊。对，秋虫。哎，就我就养，家里边有点儿，哎，没事听听叫啊，哎，这有一种。秋天的感觉，是吧？反季节嘛，开心的，对吧？你别叫反季节，就那天我正家睡觉呢，就晚上夜里头啊，我这失眠睡不着，我就听见我们家这个外头啊就有这个秋虫叫唤，我就喜欢这个呀，我就听外边嘟嘟嘟，哟，熟悉的朋友您都知道哈，这是蛐蛐叫，蛐蛐，哎呦，我这高兴，我一听这叫这声啊，个头这蛐蛐小不了，那是我这逮去去吧，逮去起，当时就起来披上衣服，叫上我儿子，我说去拿着抄子，拿着这个罩子签子，咱们一块逮蛐蛐去。哎，我们到出这家门口一听嘟嘟嘟，没在家门口。哦，没在家门口，在胡同口呢。嚯，这么大声音。哎呦，我说那就追呀，追到胡同口去。我一听在胡嘟嘟嘟，没在胡同口，在哪儿？在北京火车站呢。我说那也追，谁让我喜欢呢？哎，对吧？咱也不怕这穿得厚，追到火车站去。我听这嘟嘟嘟，没在火车站啊，在唐山呢。啊，那也追呀，这跑虫啊，跑得快。我到唐山嘟嘟嘟，哎呦，我就在追到唐山有一地方，您知道叫什么？小山儿，这可是老地名。哎，对对，追到那儿，我一听嘟嘟，哎，就在这儿呢，就在这儿呢。当时我就哎，我说挖呀，带着我儿子拿着铁锹。挖呀刨啊挖，哎，就挖出这么一洞来。我往这洞里一看，您知道怎么着？这蛐蛐啊，就光这脑袋啊，就有这剧场这么大个，北展那么大。对，俩眼睛啊，聚光灯似的，照着，俩须子电线杆子一样。哎呦！行了，哎呦，我当时我这太爱了，我这个头这要上等子，那不得把等子压塌了？别等子，行了，老师这上集装箱吧，行了，装啊，于老师可以了，您可以了啊。我正说的兴头呢，你这胡说八道，怎么就胡着？你又不信？怎么可能呢？凭什么你不信？不信呢？你问他去，他又知道，多新鲜呢。严鹤祥，哦，问您点事儿啊，怎么了？有人在北京住，听见蛐蛐叫，一出胡同没在，在北京站胡说八道。有打北京站可就到唐山了，糊涂了。唐山找着小山儿，没这事。这蛐蛐脑袋跟这北展似的，没有这事，脑袋跟探照灯似的，吃多了呢，虚的跟电线杆子似的。不累，这事儿是他说的，他说也没有。怎么了？这手机我不要了，给他了。去。
这世界很酷。